每次走过熟悉的街道，你和昨天还在这里停靠，那么多扇温暖的窗口，哪一个能收留我的微笑？曾经多少泛黄的美好，任由季节的风去冰雕，已经戒了往事的味道，我的幸福还没有变老。下一站的遇见，你是我工作上的一个很得力的助手，在工作上你很尽心尽力，但是我就只是你的助手。今天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突然特别没有安全感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反正我特别害怕。害怕什么？你不觉得你变了吗？这几年来你一心扑在工作上，你的喜怒哀乐都跟工作有关系。因为拿到一块好地，你高兴得跟个小孩一样；因为销售业绩上不去，你整天愁眉苦脸的。我看着可心疼了。我也习惯跟你一样，你高兴我就高兴，你不高兴，我比你难受一百倍、一千倍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。你的情绪是跟一个女人有关系，你一个执行总裁跑到这儿来做保安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我作为你的助理，我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。虽然我每天都能见到你，但是我觉得跟你之间的距离一天比一天远。什么朋友有必要跟我解释吗？啊，有必要跟一个助理解释吗？既然你解释了，就说明我在你心里不仅仅是一个助理。对。那我还是什么？战友，我们就像战友。这四年多，我们并肩作战，在一个战壕里，互相掩护，互相配合，不敢说生死相托。至少荣辱与共，是很亲很亲的那种战友。战友，战友，战友，亲如兄弟。我明白了。好，那既然你的阵地都转到这儿来了，那我还怎么跟你并肩作战啊？看来我也没有必要继续坚守阵地了。那您觉得我还有必要在北瑶待下去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不太舒服。不好意思啊，上卫生间。
接着喝吧，我跟小轩一块做的。行，谢谢啊。放那儿吧。你放那儿干嘛呀？汤要趁热喝。哎呀，回头啊就没营养了。太热了，喝不下。放地上凉快。哪有放地上凉的？真逗。我给你打开凉吧。我现在真喝不下，我一会儿喝成了。那个，谢谢。早点回去吧。小轩一个人在家呢，你回晚了，你放心吧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样。干嘛那么着急赶我走啊？你是准备在这儿约会情人啊？还真被我说中了。这位就邓小姐吧。我们认识吗？算是认识吧。你不是业主吗？我这儿的保安队长，那能不认识吗？那他是？他是啊，我是他朋友，之前听龚哥说起过您，他说您特别厉害，他们保安队的人差点在你们那儿吃了哑巴亏。嗨，都是误会。那行了，你们聊吧。这汤你也别喝了。哎，回头我把壶洗了，到时候再还给你。你们聊吧。这壶是我的，明天还用，要不先还我吧。这壶你不是说是你们保安助理的吗？这壶是助理的。这是你助理啊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是先给了保安队的人，然后那个人呢又转给了他，他都不知道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够曲折的呀。没事儿，我回去洗干净给您送过来。哦，不用洗了，反正也不喝了嘛，我那个直接倒掉拿走就行。哎，别倒了，倒了多可惜啊，我一会儿喝。别喝了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倒了挺好的，麻烦您倒了吧。那个汤，哎，你怎么扔了？别人用过的，不要了，买新的。我先走了。没喝。为什么他朋友来是不喝呀？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少恨。那咱们今天这样，老大来咱们家，我们这儿给他做。萱萱，你龚健叔叔呢有很多自己的事情，以后我们少打扰他了好吗？爸，刷牙吃饭。真搞不懂你们大人的事业。祝我 Merry Christmas， 祝我 Merry Christmas。青圣诞节啊！是啊，白色圣诞节，好适合约会呀、啊，可惜没人约我。你这在哪买的？真好玩。淘宝，淘宝。邓嫂嫂，啊！哎呦，跟那个关浩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知道关浩的？啊，没什么，昨天你下班走了，他过来找你。他说什么事儿了吗？没说什么事儿。哎，对了，草草，他结婚了吗？我不知道，跟他不熟。王月，你看上那帅哥了？哎，草草姐，你给搭搭线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等你们都被帅哥收走了，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去去去，一边去。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Merry Christmas！
哎呀，你干什？给我打扫干净啊！哎，刚才我接到了北瑶的电话，我们又重新进到候选名单了。哇啦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你快去玩吧啊！快去玩吧啊！哎呀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入选的又不止我们一家。据我所知，永祥律所也是候选之一。永祥，20年老字号，各个身经百战，咱们争得过吗？没关系，啊，能不能翻身，就此一搏。反正我们这个房子还有3个月就到期了，啊，硬件拼不过，咱们就拼软件。什么软件？咋咋，最近跟龚队长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又吵架了？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？这个凡是北瑶的人，我都很关心，我都希望跟他们做朋友。哎，你要是再跟他接触的时候，一定要多说说我们律所的好话啊！你看，我跟他不熟，别拿我的主意。哎呀，行了，哎呀，仙人，你赶紧把这给我收拾了，行不行啊？等等，圣诞节快乐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哎呀，你这约我出来就送我这么一带刺儿的东西啊？我约你出来是要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律所已经进了北瑶的候选了。好事儿啊！说实话，能赚多少？哎呀，还没有定下来，这谁知道？不过，咱儿子那双语幼儿园的钱嘛，那是小意思。不过什么？进入候选的不止我们一家。敌人也很强大呀，那咱赶紧想办法。我在想呢，这不找你商量吗？你看，用不用给龚健表示表示？千万别，我姐夫不吃这一套。要不这样好不好？咱们把草草约出来，跟龚健吃个饭，让草草替咱说点好话。哎呀，我倒是想请，就怕草草不愿意。为什么？最近呢？他们俩又闹别扭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千真万确呀！你看他们俩这是一闹别扭，我这心里边不行，咱们得帮他们，一定帮他们握手言和。你这是帮草草呢，还是帮你自己呢？我这不是为大家吗？你想，他们俩要是有第二春，那我们律所也就咸鱼翻身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就是看在草草的面子上，要不然你这点我知道，老婆心地善良。说吧，想要干嘛？你看，这个邓草草就稀罕他的儿子，他儿子呢又稀罕这个龚健，龚健对他儿子也挺照顾，所以我想啊，要靠这个小轩把他俩给捏不在一起。我知道的，杨董，我早就准备了，昨天刚刚开会讨论过的，我逐条做出了提示。乔助理应该整理出来，他没有送到审计科去吗？还没有，这个项目要抓紧啊。好，那我尽快，您放心。喂，喂，龚总，那个湖岸区的文化产业策划方案什么时候交到我这里啊？那你应该打给乔助理啊，怎么打到我这来了？我找乔助理找了一上午都没找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轩轩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因为那碗汤的事儿
生了你老大的气。为什么让我生气呢？他都不让找老大了。这个女人的心思呢，太小还不懂。越是生气，说明越在乎。萱萱，你喜不喜欢你妈妈和老大在一起？嗯，我觉得行。久了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这个电影票呢，你带着妈妈还有老大一起去看，只要妈妈一高兴，她就不生气啦。好，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。妈妈，丽娃阿姨给咱们家送电影票来了，是新出的3D 版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，你晚上带我看好不好？好啊。叫上老大。叫他干什么？不叫。好吧。我妈不让我叫老大，咱们给妈妈一个惊喜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杨，过来。龚总，什么事儿？你今天看见乔助理了吗？好像还真没看到。哦，那这样，你去他办公室，把那个湖岸区的那个文化产业的策划方案帮我拿过来。我去合适吗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快去吧。哎，好的。湖岸小区文化地产的策划案修改好了，您过目。你刚才不在办公室？哦，我打印文件去了。您刚才是在给我打电话？对，我以为你辞职了呢。我辞职不辞职，对您来说真的很重要吗？当然很重要。可是……别可是，只要我的存在对你来说很重要，这就够了。小蕊，对不起，昨天我做的不对，我不应该不去。别说了，是我不对。既然我送给了你，就你的东西，你有权给别人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是圣诞节，我准备了一份小礼物。谢谢。还有一件事想麻烦您。对，天气冷了，我想给孤儿院的孩子送点围巾、帽子什么的。如果您方便的话，能不能陪我买了送过去？好事啊，没问题。那今天晚上。喂，老大，晚上我请你看电影。今天晚上你请我看电影？你妈让你给我打的电话？是的。阿姨，哎，我是小瑞。我知道了，这样吧，等我忙完，我看时间赶得上，我就去。好 ，OK。Yes， 漂亮。要说吧，你这个孩子啊，比弓箭还有孝心。你说最近这段时间，我见你的次数啊，比见我儿子还多。哎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阿姨，公主那么忙。哎，我觉得吧。龚总最近神秘兮兮的，他是不是交女朋友了呀？他跟你说的？啊，这倒没有，我就这么觉得。哎，昨天我见一女的，长挺漂亮，30出头，律师事务所的，我感觉就是他。他没跟我说呀。那你这感觉，他是还是不是呢？其实今天过来，我就是想来说这事儿。你说龚总要是找个好嫂子，我也替他高兴。可这女的吧，不知道咋说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说呀。哎，
算了，这话吧不该我说，还是等龚总带他见过您再说吧。哎呦，小瑞呀、啊，这个龚健呐、啊，跟我净打马虎眼，一句靠谱的话都没有。你快跟干妈说一说，那女的怎么不好的？阿姨，我不能说，龚总知道会骂死我。你放心，我一句话都不跟他说，咱们两个还不是为了他好啊？快快快，快跟我说说。那我要说了，你可千万别告诉他。这女的吧、论工作其实我挺欣赏她的，有头脑也有手腕。前段时间他们律师事务所有人违反规定，在柳芳城摆摊搞宣传，跟保安的人打起来了。其实拉拉扯扯的事儿也挺正常的，可是不知道谁多事儿，把这段视频传到了网上去，网友把这些物业的人骂死了，他们律师事务所反倒是火了。传这段视频的人，我听说就是这个女的，后来毁灭了证据。萱萱，想吃点什么？爆米花。行，你在这等妈妈，妈妈去买啊。好，别乱跑啊。给我要两桶爆米花，谢谢。走吧，进厂了。再等他一会儿。等什么呀？哎，就等他一会儿嘛。等谁呀？就等着一会儿。陪你看电影，我让你来的，我什么时候让你来的？小轩给我打的电话，不是你的意思吗？谁的意思？我的意思。把手放下，怂蛋就投降了。谁怂蛋？我是怂蛋。把手放下。怎么了？轩轩，拿。你陪他看吧，我走了。凭什么呀？你自个儿看吧啊！哎呀，你们别闹了！丽芳阿姨都跟我说了，你们俩又吵架了。你们俩能不能不吵架呀？孙大圣的爸妈都带他看过好几次电影了，我就不行呢。那你们不看了，那我也不走了。了，那为什么打不过妖怪？问你妈呢吗？啊，妈妈。啊，因为妖怪偷了神仙的宝贝呀、啊。神仙有宝贝的时候也打不过孙悟空啊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问你妈去。啊，妈，为什么？你妈也不知道。那是因为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。500年没有锻炼身体，武功退步了。知道吗？有点道理。老大，我遇朋友怎么办？朋友，那小编应该去哪儿？厕所。哎。妈妈，我要尿尿，我憋不住了，赶紧给我门卡。行了，先进去了。那天挺不好意思的，
其实你给我送汤来，我心里挺感动的。用不着，不会有下次了。要是再有下次，我争取把它喝光。想得挺美，你那个生活助理挺漂亮的，你女朋友？什么女朋友？我们认识很久了，人也不错，但是我不想结婚。我应该跟你说过，所以别耽误人家，你明白吗？你有节操的。走啊。哎，什么叫挺有节操的？你不也不想结婚吗？难道是假的？哼，我是真不想再结婚了，因为我觉得没有男人值得我再嫁一个男人。圣诞快乐。您怎么来了？我早就来了，六点就来了，都眯了一觉了。干嘛呀这是？哎，小宝奶奶呀，给我放了一天假。我想啊，咱不能浪费了是吧？你看，你也忙，我也忙，咱们趁今天赶紧把你的女朋友给见了啊。那行，妈，那你先上楼睡一会儿吧。等我下了班咱再商量这事儿。这我不睡了，我跟你一起上班。您跟我去上班？哎，你不用麻烦，你就给我安排在收发室，等你一下班咱们俩就一起去见你那个女朋友。那个妈呀，这个这样，明天好吧，明天我让您见她，今天时间太紧了，来不及准备。这有什么准备的呀？妈，您听我说，明天我保证一定让您见着她，行了吗？你明天要是不让我见到你的女朋友，我就把工作辞了，我的事业也不干了，我就天天跟着你上下班。哎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我见不到你的女朋友。行。行。啊。啊。哎呀，那你去上班吧。我上楼睡一觉去。来了。不是。哎，你还轩不在啊？孙大婶他们看化产去了。哦。你在家呢？你找他还找我呀？找你。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说吧。陪我去见一下我妈。我陪你去见你妈？这段时间我妈一直催我结婚，催得我心惊肉跳的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跟她说我交了一女朋友。结果他非要想见你，说了好几次了，都被我挡回去了。这次是给我下最后通牒了。你想让我假装你女朋友啊？你让你生活助理去不就行了吗？我让他去，我怕脱不了身。那让我去就脱得了身啊？你没问题啊，你不跟我一样吗？不想结婚。那万一我又赖上你了呢？不能够。你们昨天刚说了，没有什么男人值得你去爱了。可我为什么要答应帮你呢？互相帮忙嘛，我不也帮你带孩子吗？行吧。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你把帮我带孩子那几天工钱给我免了。别
凭什么呀？请你妈吃饭，给你妈买礼物不得花钱啊？哦，那工钱不能摸，请我妈吃饭，给我妈买礼物，那钱你先帮我垫上，回头我还给你不就完了吗？我说话算话。公公无凭，立个字据。行，拿笔拿纸。我就不进去了啊。没打算让你进来。小凤奶奶，我明天中午啊想请个假。要请假？嗯。那中饭怎么办？我给你做完再走。我儿子啊找了个女朋友，我想去见见。这家未来的儿媳妇啊。哎，长什么样的？嗯，在律师事务所工作，还是个硕士。是个律师啊？那你可得小心点，忒机灵，靠嘴皮子吃饭的，上嘴皮碰下嘴皮啊，这白的就能说成黑的。可不是怎么着，我是儿子啊，老实，我也怕他上当受骗呢。啊，来，我跟你说说。小宝啊，这乖，自己玩去啊，别跑远了。这婆媳见面呐、比印象啊很重要。嗯，我教你一招。你要先争夺人，在三分钟之内把他拿下。哎，那怎么拿下呀？你见了他之后啊，就开始狂砍，什么股票啊，什么房地产呐、社会新闻，这显得你多有知识啊。想嫁给我儿子的姑娘啊，多了去了，得必须呀、通过我这关。我的儿媳妇就是我这么拿下的。小凤奶奶，那你可得帮帮我。行，回头啊，把我那些项链的衣服啊，都给你拿几件。嗯，咱们呀，打扮打扮。哦，咱们输什么不能输的气势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等您呢，您到了吗？我都找半天了。找半天了？影儿都没有啊。你在哪儿呢？不是没看见您啊？您是按那个地址找过来的吗？妈，你在哪儿啊？哎，妈。摘了，让我确认一下，您是我妈。臭小子，这妈还要假呀？坐。慢点来。孩子。那是应酬，客户有什么样的要求，我们就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。这是做生意。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？你一次服务多少钱？别脏了我的眼。哎，你怎么那么不可理喻啊，曹操？太太，关先生，你快去追呀、啊！随他去，他就是这样，爱回娘家就回娘家，反正没几天他就回来了。关太太，你们认识？那我还是介绍一下吧。这是邓草草，我女朋友。草草，这是我妈。这么多年不见了，您变化真的很大。我去上趟厕所啊。哎，妈妈。哎，哦，公健，你带我去找一下啊。
咋就认识？你让我见的就是他呀。对呀、啊，您不是嚷嚷要见面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谁呀、啊？我在他家里干了3年，他的孩子都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就是那个被人贩子给拐走那家，我跟你说过的。那不挺好吗？都是熟人，走吧，进去吧。进什么进呢？我跟你说，要是他，我不同意。哎，妈，您就这么走了？我还不走啊！我捯饬成这样，我多寒碜呢！都是知根知底的人，一眼就被人家看穿了。真没想到，这世界挺小的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居然王阿姨是你妈。挺正常的，保姆的儿子是保安嘛。王阿姨呢？走了。走就走了吧，我们俩吃。这还吃什么呀？戏也不用演了，就等审了吧。那我也先走了。哎，对了。这是花你的钱买的，拿回去。走了。妈，您怎么把那身换下来了？坐着。我问你，你真还想跟邓草草结婚呢？哎妈，我觉得您今天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。你别跟我打岔。龚健，你要是真想跟邓草草结婚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不同意。邓草草是什么人呢？我在他家干了3年，我还不了解他。他是一个横草不捏、竖草不拿的，还每天除了洗手、洗脸、洗澡，他连水都不碰啊！他就是个少奶奶。他不就仗着她老公关先生有钱吗？哎妈，他以前那关先生叫什么？我记不清了，我就叫他关先生。做什么的？医疗器械。是什么样一个人？他什么样人跟你有关系吗？他长得什么样，他都离婚了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离的吗？他把自个儿的孩子都给弄丢了，你说能不离吗？啊，龚健呢？你虽然有过一次婚事，那也不能找一个二婚的女人呐。你这让我怎么把她带到咱老家去？那不让我丢人吗？妈，您想多了，二婚的怎么了？您这是歧视。再说没到那个份儿上呢，您别太担心了。另外，邓草草人也不错，你看，给你买的纱巾，让我给你带过来的，您打开看看，它合适不合适？这是你买的还是他买的？他买的。你就骗你老妈吧啊！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妈，这怎么在您那儿呢？我借人家衣服不得洗洗啊，我顺便把你的衣服也洗了。哎，这一套兜就把它给掏出来了。哎呀，他可真行啊，他可真是个律师，跟我见见面还要订个协议，订份合同，他可一点都不吃亏。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都栽过一次了，你差一点把命都搭上了。就说从前你跟那个周丽君，不就是因为你爱他比他爱你多吗？结果怎么样？你要是再婚，一定得找一个爱你的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在这一点上，那小邓根本就不能跟小瑞比。哎呦妈，您怎么又扯到乔小瑞了呢？乔小瑞好啊。你要再说他，我真跟邓草草结婚了。你敢？
你怎么就一点记性都不长呢？啊，你呀，趁跟他相处的还不深，你赶紧跟那小子断了，你赶紧学乐马行不行？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你看你，行，我悬崖勒马，只要您在结婚上不穷追猛打，我肯定考虑悬崖勒马，行了吗？你别骗我。妈要让你享福。四送石下中腿，四送石下七里。不能给幸福下一个。